一年之前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怎么变成了仇人？瑶瑶，瑶瑶，开心你来了。那个瑶瑶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啊。怎么会生气呢？我们关系这么好。就是那个双人舞比赛，可能我参加不了了，因为我报名了单人舞。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们今天努力都算什么？说好一起拿冠军的。不好意思，瑶瑶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别生气，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他，不是不愿意帮他，我其实是迫于无奈。给我记住，你只能是主角，我不允许你去给别人当配角。妈，瑶瑶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妈和你好朋友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开心开心，我是傻瓜。我是什么？开心都是我不好，我不争气。想知道我就故意输给傅更阳，就可以和你一组了。那我可会不开心的。你不喜欢跟我一组吗？胡子泉老师说了，下一个会是新的配置，只要我们够努力。真是个傻瓜，真是个傻瓜。